现在呢是从回河内看到的是环建湖。今天适逢是礼拜六啊，哇，整个街道呢，为什么变得都没有车？太奇怪了，哇，还很多人在路跑。其实是礼拜六的时候有封街。再看一下环建湖，有没有觉得感觉上非常的悠闲呢？在这里可以看到呢，比较传统建筑的餐厅，当然也有西式的，像哈根达斯。前面就是这里很热闹的广场。明明天气这么冷，大家还是很想吃冰。灯火通明。啊，现在看到就是环建湖的景色，白天跟晚上真的差非常多。这次呢，因为行程很紧凑，没有机会去西湖那里。光市区呢，再加上沙巴就逛不完了。这一栋也可以看到超多的餐厅。其实我们现在是要赶着去看，听说来河内一定要去的水上木偶秀。我们来看看吧。